各项异性能量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能量。各项异性一词的意思是方向相关，这就是定义。各项异性能量最常见的形式是磁晶，各项异性通常在铁磁体中进行研究。铁磁体具有全部沿特定方向取向的原子导或区域，这种自发定位有时被称为容易取向，表示这些原子处于最低能量状态。各项异性能量最常见的形式是磁晶，各项异性通常在铁磁体中进行研究。铁磁体具有全部沿特定方向取向的原子导或区域，这种自发定位有时被称为容易取向，表示这些原子处于最低能量状态。为了研究磁晶各项异性，将能量通常以电流的形式施加到磁筹，以使晶体从容易位置偏转到困难位置。磁晶各项异性 MCA 是铁磁性材料的一种特性，描述了材料磁化强度的方向依赖，它源自于每个原子的自旋磁矩与所研究化合物的晶格之间的相互作用。MCA 负责铁磁性材料中原子磁矩的自发排列，这种排列被称为容易取向，显示这些原子处于最低能量状态。透过向磁筹施加电流，以使晶体从容易位置偏转到困难位置，来研究铁磁体中的磁晶各项异性。执行此操作所需的能量定义为各项异性能量。简单和困难序列及其相对能量是由于每个原子的自旋磁矩与所研究的化合物的晶格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铁磁体具有全部沿特定方向取向的原子导或区域，铁磁体中各项异性能量与磁晶各项异性之间的关系是磁晶各项异性是各项异性能量的一种形式。磁晶各项异性是使晶体从容易位置偏转到困难位置所需的能量，执行此操作所需的能量定义为各项异性能量。